辛苦了，我请大家喝下午茶。谢谢主管，你呢？一共135，钱主管，你怎么给我？给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表现的机会，让你跟大家搞好关系。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你用我的钱给自己长面子。我说你要真没钱啊，可以去天桥底下乞讨。想坑我，没门，我就不给了。你能怎样？通知财务，来查钱从钱主管工资里扣，全部打给江石七。我，易总，江石七，你别得意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易总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他是不可能看上你的。你家是不是住海边呀？管账快！我来帮你。谢谢。还想跟总裁勾勾搭搭，看我冰镇咖啡泼死你！哼，是你逼我用美色的。厉总，人家好冷啊！哎呦。天气太冷了，赶紧穿上。这破棉袄什么味儿啊？哦，我跟垃圾桶捡的，跟你。江十七，你看我好事儿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易总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，就不要费尽心思搞雌竞喽。有本事，我们用实力说话。行了，那咱们打个赌，这次韩叔还他白皮书方案的逼稿，谁输了谁就走人。那你准备收拾东西？写不好就赶紧认输吧。不能说写不好，只能说写的非常烂。那还不赶紧去楼下接待客户。韩树环太专研科学抗衰洞察报告，这写的比我好多了呀。是你逼我偷的。哎，十七，客户早到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我靠！怎么就你啊？这项目不是你跟江十七一起负责的？厉总，那个江十七太不靠谱了，选题没做好，现在人又不知道跑哪摸鱼去了。还是我来给大家讲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意思？耍我们呢？这核对你们是不是诚心的？你搞什么？厉总，我那个我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刚才那个视频只是给大家看个笑话，活跃一下气氛。大家可以看看我打印的这个文稿，这一次我策划的主题是了不起的中国成分，了不起的韩束环钛，为科学抗衰而来。钛作为经典抗衰成分被广泛运用在护肤品中，而现在韩束突破性的研发出了环钛，因其颠覆性的结构创新带来了更高活性更强功效，可以实现多维精准抗老。这次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。好的，你看刚刚那个 PPT 什么意思？那不是我做的，都怪江十七，他陷害我，在文件里面装了病毒，差点搞黄我们跟韩叔的合作。你真是恶人先告状，你要不偷我东西怎么会中招？韩叔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是对我们的信任，而你只会耍心机，不配参与这项目。你被开除。厉总，是江十七故意陷害我，他比我更有心机，更应该被开除。你的心机是害人，而他的心机是自保。厉总，你多次偏袒江十七，你就不怕我告诉你女朋友吗？你要说什么我听着呢。她就是我女朋友。什么？心在跳，爱情如烈火。